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周四公布第二季财报，虽然赢过分析师的平均预测，但依然是该公司史上首次营收下滑。Q2 营收年减2%，至383亿美元。欧盟理事会发布的公告，为预防、阻止和应对恶意网络活动，制裁涉及6个人，包括2名华人以及3个组织，其中一个是俄罗斯的军事情报局。制裁措施包括实施旅行禁令和冻结资产，同时禁止欧盟人员和实体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。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大选应该延期，令投资人对市场感到担忧。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225点。友达董事长彭双浪在法人说明会中率先释出利多，表示接下来营运渴望逐季向上，激励市场每盘回头挹注面板类股。友达31号夹着破10万张大量，盘中重返10元票面价，领军群创、凌聚、彩晶等面板类股冲锋。新唐的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